看多一下，一个人来的。太小心。正在正在。正在正在的。正在正在的哥。平時我可以分享一下感受啊，今日放開心啊，攞到呢個獎。放開心啊，經常。經常。可唔可以？你前少少咪喎講下嚇。咪要講。係啊，係啊，係啊，係。我哋講講。等等啊！老師。我唔知點講啊！我好開心，多謝，多謝，我好開心，因為我後生嗰陣咧，鍾其榮博士喺崇基學院教法文嘅時候，我收過佢嘅堂嘅，嗰啲已經幾十年前嘅事嘅。咁而家收咗樹人大學俾呢個榮譽俾我。我感覺到好開心，好多謝樹人大學。點樣慶祝啊？點樣慶祝啊？點樣慶祝？冇咩啊，約班朋友食餐飯咁樣傾下偈。你覺得最有成就感係做過一件咩事？你都做過好多教書啊，又做拍過電視劇啊，拍過舞台劇啊，邊件事令你最有成就感過？各有各嘅興趣喎，因為我興趣係。演戲演戲包含有喺台上邊嗰種樂趣啦，教書其實同演戲都有啲關係嘅。個問題就係你喺個課堂嗰度點樣控制到喺個零兩個鐘頭裏邊要保持到啲學生嘅興趣聽你講，都係等於有啲演戲成分喺裏頭啦。這個最重要，你要講到他們要說服到他將書本裏面那些理論、啊、或者是意見、啊、或者什麼都要令到他們信服，然後他們才聽得有趣、啊、或者加一些經驗的東西，實際的東西在表達出來，他們會容易一點明白你所說的東西的意思。你都咁有成就，過得咁有成就，點樣保持一個咁謙虛嘅心態咧？為人咁謙虛。我覺得你幾叻都有人叻過你㗎，嚇、啊、就係咁啫。嚇、啊、咁其實自己所識嘅嘢始終都有個極限嘅。嚇、啊、你能夠將你自己識得嘅嘢係盡量去攞翻出嚟。在教學方面起一個領導或者起一個帶領的作用，咁盡力去做就最好咯。曾經話即係好似阿伯哥周潤發啊，佢哋都係你發掘出嚟佢哋嘅伯樂啦。當時即係佢哋落選嗰個情況，即係點解會諗到又揾翻佢哋出嚟咧？令到佢哋最終喺演藝行業都可以發光發熱。係周潤發佢型好啊嘛。當時他初入嚟無線訓練班的時候咧，報考嘅時候咧，佢讀台詞唔係好順利嘅，因為佢未接觸過嗰啲劇本啊，或者嗰啲演法啊咁樣啦，未受過訓練啦。啊咁，但係我睇到佢有潛質，咁即管俾個機會俾佢。因為我哋係盡我哋嘅能力，將我哋學到嘅嘢。係教導或者帶領佢哋
啊，令到佢哋明白點樣進入一個角色，或者進入一出戲裏邊啊。咁但係啊，令到佢哋能夠咁樣做，就令到佢哋喺入咗嚟之前，能夠知道用咩方法去應付嗰啲角色啊。咁阿周潤發咧，佢考嘅時候咧，就個成績唔係太理想，咁所以有啲評判咧就覺得都係收其他人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佢型好好，同埋咧係有啲潛質喺度，咁我哋即管俾個機會佢。咁將來嘅發展就冇得講啦，睇佢自己嘅能力，同埋睇佢自己對呢樣嘢嘅興趣，或者佢自己抌個心機落去，或者佢個運氣係點樣？呢啲將來係好多嘢受影響。咁始，但係起點你始終要幫一幫佢。咁呢個就係我哋採納翻佢嘅一個主要嘅原因。最滿意係咩作品？最滿意你自己的作品入邊邊一部，或者係呢一啲作品，你自己最滿最開心最滿意？我自己啊，我成日遇到呢個問題咧，我都話下一個。好啦，因為你每做完一個嘅時候咧，你始終都會覺得係睇再睇翻，你或者再諗翻，你始終都會覺得咧嚇。點解我唔咁樣做咧？咁樣嗰度咁樣會比較好啲嘅喎，咁樣係始終你都會發覺有啲地方可以改良下嘅。咁所以就希望等下一個機會可以改良，可以做得好啲。遲啲先啦，我哋即刻先。好，我哋等緊佢影咧。等要影相。好，唔該曬。好，唔該曬。